这里吗？对啊，第一次来。这个山好漂亮啊 ，so beautiful。哦，好山好水。哎，现在海岸住一楼楼啊。好啊。So hot out today。哎，老板讲哦，亚夫村内啊有一间卖饼的店呢，打开屋诶，洞口村。屋诶。哦。芋尾是 taro 哦 ，taro， 呀，芋头，芋头冰。You wanna go try？ 哦，试试看，好吃。Oh my god！ You that's so crazy！ 人间人般啊，呀，芋尾啦 ，taro， 芋尾，嗯哼 ，red bean， yes， 还有那个柴烧青冰。很有名。You want what？ 点一个红豆，配绿豆。我要芋味。好。咸臭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哦。Can I try some? Char? Yeah。芋味的味是浓香的。Taro smells good， 黑嘛。而且说实话，我不是芋头的粉丝，但是呢，你觉得？今天我成为了芋头的粉丝。芋味啊，真的浓香浓厚些。嗯。哎。哎呀。啊。游乐园，游乐园，游乐园。但是你有看到要卖东西吗？有。要卖什么？亚当的两赞。芋尾。You want to try? Taro? 嗯哼哼哼。卖芋尾啊，那刚刚有螺蟹。冰臭。嗯。芋头、仙草，还可以加什么会比较好吃 ？Milk。哦。芋的饼冻好食，芋的米是冻香的。Taro smells good， 但我更期待去游乐园买餐车。你是期待去游乐园玩吧？